我是观光列车长，那110年4月1号，基隆站14:40所拍的是1207次。噔噔，九百在后面哦，大概更后面，1207次。走1178+77阿宝泉路，用三线带往苗栗。阿宝泉路等下就会在基隆站工地口。关闭车门。然后我们走过去看吧，应该是可以。有零七日，就往三线刚好苗栗。其实你知道我羡慕哪一趟吗？就是那天在南港办的第一趟那一趟，超羡慕他们。我说是那个团，对啊，他们全部团体来一次一出哎，超爽，超好。好，谢谢各位，以及我的这台的话，大家这台是又一次，感谢主持人8981二道小圈了，走吧。哎，多少台了？哎，这哪一家了？好了，以及我的900星1243次的区间开车首航专列7000块，整个支持路线面跟马站面都丢我们大吉光面，真的，拜拜。